我们先煮成好不好？来，这游戏是我觉得在新手游最近的新手里面，我也是觉得非常好的一款，我就直接明讲了。主要是因为它真的是配备不需要太高，也不会累格的那种。因为我发现现在有太多手游会累格了。我觉得可能是我配备不够吧，反正就是我觉得配备要求也是蛮重要的啦。现在游戏有些配备要求都非常的高，像现在有些人手机也都玩不动啊。Oh my god！ 什么时候有这个东西？那我要捡金丝是不是？哈，今麦重点是安怎？天哪，我根本不知道选谁啊！重点是这样子啊，重点是每只都很漂亮，我怎么知道选谁？啊，气死我了！要钱吗？也没钱啊，又怎么讲？限挑战，这等于是他所有的活动，这样怎么？这个呢？哦，是这样。好慢，还是希望快一点，这个速度有点慢，还是我们要先练好运节，不然他那个速度太慢了。我觉得我练错了，还是好运节大姐强，不会觉得吗？哇，你看像那只你大绝要射到什么时候，真的太久了。干脆就先练好运绝啊。本周再研究了。目前也是不上去了。